这个也是我的老乡啊。哇，请当门，欢迎宋茜，欢迎。在本身自己的歌唱方面，其实已经很有自己的想法和建树了。那在影视剧方面，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宋茜主演的很多作品，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。是的，在2012年的时候，就凭借《爱情闯进门》在我们同年的国剧盛典获得过年度最佳新人女演员奖。今年主演的古装玄幻电视剧《幻城》，双网的收视均位列同时段第一，剧中的角色黎洛让观众爱的心疼啊。请到姑娘啊，请到门。好，来，好，非常漂亮，来，谢谢，请，这边有请。好，小心，一定要展现出最唯美的一面。够漂亮吗？没问题，非常好看。好嘞，辛苦，小心啊。好，影视剧我们也看了不少了，歌也听了啊，然后综艺节目也看了。你最喜欢自己哪一个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？说实话，说真话，那么多人都在看着啊。我是都喜欢的，因为每一个身份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新鲜的、很不一样的一个职业吧，一个工作。所以说我希望能够做更多不一样的事情，然后从中我觉得能获取很多的乐趣，并且能学到很多。OK， 也让我们看到多面的宋茜。好，管理区稍微休息一下，宋茜。